为迎合而家 ITX 电脑平台嘅主流 ，ASUS 喺 Z97 晶片组里面推出 LG 系列 ITX 主机版 Maximus 7 Impact， 将最主要嘅 ROG 元素同埋功能整合喺 ITX 主机版里面，令到外形同埋功能同样兼备。Maximus 7 Impact 搭配 Intel Z97 晶片组，可以配合 Intel 新推出嘅 Core 系列处理器使用。Z97 晶片组提供 M.2 接口支援，拥有比 SATA 更快嘅传输速度。主机版嘅尺寸只有17cm×17cm， 处理器供电部分就采用咗 Impact Power 设计。供电模块以直立方式装喺处理器旁边，提供8+2上位 60A 电流供电能力。用料亦选用咗 ASUS Blackwing Chalk 同埋 10K Black Metallic 电容，以衬托 ROG 嘅高端形象。记忆体部分设有两组 DDR3 DIMM 插槽，最高提供 DDR3-3300OC 设置，最大记忆体容量为16G， 仲支援 Intel XMP 功能。主机版设一组 PCIe Gen 3 X16 插槽，另外亦有一张 MPCIe Combo 4卡，卡上面设有 M.2 同埋 MPCIe 接口各一组。第二组嘅 MPCIe 喺出厂嘅时候已经配上无线网络卡使用，无线网络卡从 PCIe X4 Gen 3界面，支援最新嘅 802.11ac 无线网络制式，亦可以向下兼容 NGB 模式。以 2T2L MIMO 最高可以提供 867Mbps 无线网络速度。另外，无线网络卡模组里面亦已包含 Bluetooth 4.0 嘅功能。音效部分同上代一样，附带 Supreme FX Impact 2音效字卡，用 Realtek ASC1150 音效晶片，同时亦都配备音响专用的 ELNA 电容。在背板 IO 上面设有 Sonic Stand Stage 切换，透过随彩灯上面的数字显示当前的音效模式。 ASUS Maximus 7 Impact 在主机板上面亦有第三款的 Impact Cool Hub 字卡，主要额外提供两组四 pin 风扇连接，同埋设有一个 LN2 Mode 的跳针。此外 ，ASUS 主机板上面加入咗 Keyboard 新功能，利用额外注入嘅控制晶片，以硬体方式控制键盘上面嘅 F1 至到 F10 键，提供功能键、Macro Key 同埋 Shortcuts 等功能。另外，仲可以喺 S5 嘅睡眠状态下，以键盘上嘅 F11、F12 同埋 Delete 键分别进入 CPU Level Up、XMP、UEFI BIOS 等唔同页面，用家就唔需要重新启动电脑。